好，欢迎回来。那现在呢，我们带来另外一盘十六强战，柯洁对阵申敏骏。那我想也是很多棋友很关注的啊。对，然后这盘棋呢，也是同样是比较早就开始了，所以进行到现在也非常的多。我们先进入棋局，边看边聊。柯洁黑棋对，但第一步就比较出人意料，啊，三还第一三，步就是三好三。像最近也看过柯洁下过几次，对，他可能还是就不走寻常路吧，他觉对。得。不想走入那个大家熟悉的什么星位点三三啊，或者是什对，么之他类的，想把局面导向一个相对少见的，这在刚刚其实丁浩那盘棋也对，有就类开似。局，大家总是有针对性的避开对手的想要下的一些局面。对，那当然 B 不 B 的这个星位还是会点三三，就继续点三三。说起来这两个人也是一个老冤家了，一对对，老冤家了。在之前的 LGB 对吧？申敏骏的世界冠军对，尤其前年啊。前年就的，是从柯洁这里拿的。对，柯洁应该说是非常痛嘛，这个那对，个冠军丢的，本来他也是冲击第九冠，对，因为他跟我们的古力老师啊，两个八冠王嘛，这个有希望对，超越前辈的记录，总是一个。而且他在先赢一盘三万七，先赢一盘的情况，大家都觉得这个比赛没什么悬念了，结果被这个申敏骏连扳两对，因为客观来说，其实申敏盘，骏在拿到这个世界比赛之前，我觉得比起我们站在最一线的那几个，还是略微要感觉有点差距的。也是通过可能战胜了柯洁这么强的他对也手信啊，心对，上来找了，到了信心。所以今番再战，我觉得两个人肯定对，是都憋着一股劲儿。那我们看一下白棋啊，挂角，黑申真棋。旭呢？不，申敏骏这个棋手呢，也是下得好的时候，对。特别厉害。有时候呢，他有些低级失误会出现一些。对，棋友们对他也是非常了解。黑棋必注，然后白棋尖冲。先冲，三三就比较少见了。然后爬肯定是要爬的，对，跳。跳呢？现在好像三三白棋尖冲完，长好像变少了。原来我们的定式都是长的，对，长这个局面，尤其可能现在的方向对，也。他肯定有了这个子以后呢，可能黑棋能够在这边加过来。就不用再把这个飞起来。正常情况下呢，这边没有子的话呢，可能是要飞起来的。不然被白棋飞过来什么的，像有了这个子，白棋飞不过来的话呢，白棋就比较难下实战实跳，黑棋加。加一个，也有挂粘的，挂粘呢就借用比较少，对，这因为样白这个棋。棋呢，你加在这呢就会有一些虎啊冲下来，这边有很多借用，比如你冲了挂，我打了，这都是先手。对，实战就能感觉到申敏骏就是想要对。借用了。他这个也是很符合棋理的一个下法，因为这边有很多借用嘛，所以我跟你在这边进行腾挪。然后黑棋棋小尖，尖引，这也是这个局，有时候这个局部的一个。好手，但是呢，好像我看说这个棋好像应该是 AI 说应该打这个，这是人类很难想的，就这么憨厚的打了接住，这个确实是难接受以。不了，感觉有点，你比如拐，它就是大主局要的。感觉很没面子啊。虽然可能他觉得对，能但是够他的能过，抢到这个，他觉得这个形势还是很不错的。因为我们棋手第一感觉这个地方总觉得有点局促，黑棋。对，不要重复，对，你这边先损的话呢，总是不太肯的。对，所以这个地方这种判断啊，就大局的那对，种感觉，人类这个还是差距就是在这些地方。如果有这种这清样的晰的定判型断，打了接对。住，这样想都不会想的，根本就，绝对不会，对，还尖接，感觉比较符合我们的思路，对呀，尖他最希望就看到你这打了虎对，住嘛，他这样吃掉他是非常愉快的。是的，那当然白棋也不会，白棋单长，好像这个地方呢，说是白棋啊，好像应该立下来，就是说，这种棋啊，你如果没有研究的话，没有研究过这个 我应像这该样不的，敢这么下，我就对。被你冲出来，就是你可能人类就想都不会往这边想这样的对，棋，我怎么能敢被你对，把但这？实际上这样下呢好像很好，啊，再藏这个，但是我没想过，对，就是说人类其实可能想都不会这样想，有很多棋，对，所以我们有时候有些棋啊还是要敢想，就是下棋啊，你要敢于弃子或者是什么，要敢想，对，所要，以真对，的可能，我觉得现在如果对 AI 研究深的话，有些招法可能确实你乍一看你会觉得很意外，但是细细的去品味的对，话，还是很不错的。所以要理解这个 AI 的下法是这个一个训练很重要的事情。现在，因为你这个棋很难办，你拐的话被它一被连连扳，扳，对，对，这个棋形
就不好办。好像是恰到好处，我这还走了一下。对，你如果贴呢，它一般，你这个骑行总觉得很别扭，这个黑棋。嗯。你尖，它还有可能这么拐过来什么，冲下来啊。感觉黑棋的气很紧，对，就再挖的话，好像我组合全都要。而且将来这个地方长完以后呢，黑棋其实这个效率其实也不是并不高，对，并不好。好，这是，但是我们有时候想不到这个棋，如果除非你有研究啊。对。但是有的棋手研究的深，这个棋形说不定也摆过，那就厉害了。是。我听说是不是周鸿祎就属于研究的比较多的？啊，他反正比较用功吧，可能对这对前面，对整个前半盘还是比较熟悉。然后那实战的话，感觉双方就下的比较像我们人的思维。对对，是思维，是完全的人的思维。然后走。然后冲下来，这我们都是很容易理解的。对，这样你因为你不能挖了嘛。他冲下来，这肯定也是这个申敏俊啊，他长的时候就这么想的，想好的，准备好的。那黑棋就说，那我不能挖就算了。其实这时候呢，好像呢，我看呢，他好，他是先打了一下这个地方。他怕你吃我。好像也应该挖这个。如果我打吃。就这种棋啊，人类怎么突破自己的固有的思维啊？好像说应该这样下。就把这个定型掉。让他卡住他的野位。对，然后你虎一个呢，他这样拐弯，啊，再抢到这个飞。这是黑棋说是比较正解的下法。但是人很难想得到这样的，就是这么直接的被白棋这样提了，总觉得不太对。对，就还是判断吧，真的可能我们要走的事情还很多。其实这个棋你算到，比如说算出来几个图很容易。对。但是在这几个图里面选择去判断。难的是判断，不是计算。当对开始的时候，尤其开局的时候判断。对，在空旷的时候。是。就等于说这几个选择我都是知道的，但是我为什么会去选这个？有时候又不敢那个选择这样。对，经常可能回头自己去复盘的时候就很懊恼，就是我想过这个，但是我没敢下。对。那这个就是还是判断要加强。柯洁实战是直接那个虎的，然后申敏俊。对，那黑棋搬过这个棋呢，局部呢就有一点小亏，黑棋，但是也还早了这个棋，对，因为将来呢，你这个棋形被白棋加一个的话呢，很难受，所以他觉得你不如说我就提起来，对吧？对，大家就反而厚了，那现在白棋飞，白棋飞，黑棋觉得这里被风头不舒服，被加太大，跳出来，没问题，然后白棋占大场，对，连片。哎，没有，先立了一个，先立，黑棋爬，爬，长，挡的时候再拆边。这种棋呢，有的情况也可以爬几下脱先了。觉得这边特别着急的时候，爬两下，那个先手活以后抢大场也是一种下法。但是呢，他申敏俊呢，就是现在利用这个，你有打入之前，他先问你一下，你爬几个，他这个打入就有点不堪。对，所以柯洁呢，还是比较看重这个地方的，将来这个地方的打入逼过来。他就直接挡住了。对，但这样感觉白棋能够交换完再拆边，所以白棋这边的配置还是很理想的。接下来黑棋再点个角。也是同样的道理啊，柯洁最近状态好像也是一般了。对，我们知道在烂柯还有王中王都是一轮游，所以他也急于一场这个胜利来证明自己。对，尤其是外战，其实棋友们也很关注外战的比赛成绩。所以今天不管是他从个人的竞技状态，还有他之前跟申敏俊的交手啊，肯定都对今天这盘棋的胜利很渴望。对，憋着一股劲肯定是。对，我们来看看他今天的发挥。这里的话是就简单定型。好，先手定型完之后。他终于。然后去抢进的。这个其实也不一定很急。这边总感觉对消一下，这边很广阔。这边打入啊，这边消啊，都很大。是的，他是觉得他可能觉得黑白棋这里有点薄，他觉得我是以攻，对，以攻为守，他是通过进攻来去破你的空。那白棋就出头，稳健的补了一个。对，然后黑棋选择了打入。这是柯洁跳完以后，他就想打这个棋，就想下了这步棋。对，
它因为这种棋的这个棋呢，这盘棋最终还是取决于这块这个模样能存多少空。它从这边制造一些头绪，然后想顺势的进入你这个模样，应该是。而且感觉柯洁的棋风还是不太怕对方围大空，对，他的腾挪能力很强，还是就是先捞后洗的风对，格，还对。是喜欢实力，我看他的棋。那所以他要希望在这里形成一个战斗，白棋出头。出头。哦，但感觉双方在这儿下得很强硬啊，对，因马为上就尖他。这种地方你确实是，如果松一下的话，可能就是一下局面就是会落后很多。所以都柯洁这也下得很好，这样很强很硬，紧很紧凑。走，就冲，好的，一一言不下合就，终于进入一个肉搏战然后还要尖在这儿，非常强硬，先好像这手棋可能稍微，好有点像可过能应猛该是吧？跳一个棋形更正一点。因为尖一个的这个棋呢，我当时看他还，他说有这么一个点的手劲，这一点呢他非常难受，因为你挡就会被我打断，挡是吗？他主要是有个立的先手，我先立这个，对那对对，补一补一个。个他就打断，这里有打断，但如果我硬在别的地方，我你的不管气非走常紧。哪，其实都他都是有一个这个立的先手，你不管团在这或者，就爬过。对你立先手以后。对，他就打完爬过以后呢，这个棋呢，你基本上已经不好杀了这块棋，这个就加这边，长还是先手，你搬不下去嘛。一下子感觉黑棋变得很凝重。因为你如果先立，再先立的话呢，白棋呢也得这个长一个，因为这地方被搬下去受不了，搬了打是先手，打了先手这一拐，白黑棋明显杀不过，你先走完再点的话呢，那白棋就不会团这个了，那他就虎外面了。这样的话呢，你这两个交换就亏了，因为你现在直接走外面，他打了断掉呢，将来还这个力呢，可能总是有点亏的地方。所以现在白棋是有一个好棋单点，但他没有，他是他搬打下了来。拐，他是先打对，吃，直接要先打吃。对，然后你粘再拐，他可能他先搬，人家也是搬粘，他将来怕这个打不着。对，他觉得这样次对，序更那什么，但是黑棋就可以走搬粘，这个。然后挑一个，对，棋形还是这里，可能是要点。好像他好像也可以直接这样打断的一个下法。打断，然后你大概加一个，往这个地方打，接住，感觉都很紧张。打，这可能不太行，好像这我就好铺像掉，没气了，对，黑我棋。铺掉以后打八，这个黑的好像不太行，不太行，没有打气儿。断的话，你可能只能打这个，打了再接住。那对，他也我同如果样也是，粘呢？感好，觉对，我还是打吃。但现在你可以往外爬了，是对，吧？他就是要来硬杀你的这个，这样下的话，因为你这两下只能扑着一下嘛，那你差不多也就是拐嘛，他被接粘这着个，这样呢，其实白棋有一个，就可能有可能气死了。怎么跳家之类的？了，就是压弯，是不是得再压一下？就是弃子。对，棋子，棋子其实白棋也是一个不错的，好像这边非常的宏伟，整个这边但的是空。呢，就像这种棋，你弃了以后呢，总是需要一些勇气的，对，有点需要判断清吧，就到底这个死的价值和外面。那实战白棋是选择一个稳一点的下法，他就跳一个。这个局部还是比较复杂的，直接跳一个。这样的话，黑棋是肯定不能分断。对，你没有别的，你团这个呢，它就算接住呢，这个地方你也因为自身气很紧，你也封不住它，你一接的话呢，它跳回来了，我虽然过得很委屈啊，但是你脚上和这里对对，两个，我总能走到毕一竟你个。的空被破了，而且将来被黑棋打拔掉呢，被白棋打拔掉呢，黑棋没什么目，是的。
所以这个地方他也不能团这个，只能实战是团这个。嗯，但这样白棋打吃一下。嗯。跳。嗯。感觉下到这儿还是比较必然的。嗯。接下来的黑棋好像有点下的比较狠，就正常他是不是可能在外面定型？嗯、跳一个。对。我不知道他跳，他是不是有点担心人家从这边直接点了丽莎的？直接吃他啊！看看这个地方，好像有点担心他，可能我觉得。局部，好像我觉得你只能加这个吧。嗯。我如果搬，挡住我搬，像可是。不是有一点担心啊？对，嗯，这样可以踢我走，感觉你在走，它还是一个缓进，肯定是缓气劫。嗯，缓气劫，他可能有点担心，我觉得他实战，嗯、他判断不清。嗯，对，所以他实战呢，还是选择了不要角。嗯 嗯, 嗯，但这样的话，白棋是从外面过来。嗯，这个拖好像有点小问题，好像应该是这样定型，最简最直接的，嗯。这样你不能提，你提上面被一打就盖死了，嗯，这一顶就死了，刚好，嗯，所以呢，你只能往外拐，这个地方它挖了挖。哦，那这个好像效果好多了。对，这样定型更好一些，比他从二路拖实战，拖毕竟还是有一点委屈，嗯，而且没什么木拖过，而且有点反而薄了，嗯，拐，然后可惜踢掉。但是总的来说呢，这个下了阵呢，告一段落，从。总的来说还是这个局部啊还是白棋便宜了一点、嗯、这个目前这个形势、哦、白棋先手处理好的对嗯嗯好然后黑棋白棋稍好但是这个局面还很空旷啊嗯嗯白棋走的是压一个嗯嗯因为这块棋还没活嘛他还得防止什么冲断什么、哦、他把它压定型然后走这个，其实这个地方呢，白棋这个扳是没什么可以保留的。哦，这扳总扳掉，一路扳山很舒服的这个地方，嗯、对，定型掉。这种棋呢，因为你将来保留，你说不定走不着了。你万一哪天被黑棋扳山了，哇，双线这就是太痛了。是，你现在趁着这个时机的话，自己还不是特别厚的情况下，先走掉，嗯，总是好的。而且你这一下没扳着呢，将来。万一有什么变数，就是说，嗯，对，还是应该先走掉这种棋，有些地方。实战是围的这对，而且这个棋是不是大也不一定，哪怕这种中间围一个也挺大的。嗯，很有心情在这一带，对嗯、总感觉我的空立体感在这边嘛。嗯。然后这边就是只要活了就行，嗯、就你很难在这儿围一个方块。对，这不可能全让你围住的，这么大一块。对嗯。感觉这一步稍微的、嗯。对。起点。点这也是眼见的好点。嗯。啊，白棋反击。嗯。黑棋冲断。这都是双方也都下得很紧凑啊。其实这种地方呢，倒是我觉得只要是战斗起来，柯洁还是不怕的。柯洁的棋还是挺善于在这种战斗中抓住战机的。嗯。白棋大吃。贴过来。这样的话，黑棋再往里走，显然有点过分了。再往里走，那他贴过来、嗯。但是你马上把这定型掉，他又觉得卖变化。可能就是应该吃掉，但是我就看棋的时候为什么没有看到他这个吃不是绝仙吗、嗯？是很爽的一步棋。因为你不走的话，我们千万别去断了、啊，断这个棋他就活了。我这暂且说打一下，这个局部他二路一道虎他就活了，一路一道虎。嗯嗯。但是呢，你这个我不断，我可以先挂粘掉你。嗯。这样，如果我跟你做一个交换，对啊，顶在这儿，那就没有烟了。对，那我再断，你就不活了。是的。所以这个地方，他挂吃是一个绝仙。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吃。对，实战呢，这一下呢，他去非常的稳健的虎了一个。看这手棋很，真是很悠闲。
我觉得也体现了，就是他好像就想说你在为首的，最后再来一决胜负是吧？对，但我觉得我们可能很多就对自己桎梏没有这么自信的棋手，可能会现在就要想一想，他是不着不忙的，我再等一步，积蓄一下力量是吧？他就多了虎，确实你这块棋就显得更薄一点，这几个字。对，但是呢，实战呢这个地方被白棋逆收还是太大了，这手棋逆收十几目，而且跟后薄还有关系。嗯。这个有点痛，黑棋好像还是应该先手挖吃掉。那接下来黑棋啊，要继续攻这一块。毕竟我这下了这么多手，对，他付出了这么多，他肯定是。对。总的来说呢，现在呢这个局面有点困难，对黑棋来说，不太好找。对，因为黑棋全盘呢，他并没有太多空。但是白棋这一块相当的壮观。对。而且感觉到黑棋虽然一直想进攻这一块啊，但是整体来讲白棋的眼型还是有的。对，这种棋你要想说把它吃掉是太难了。所以我看大申是这么补的。申敏俊说你攻我，我还补在这儿。还间接的也对，这边有一些留有一些余味策应吧。这样的话能够感觉到白控越来越大啊，这个时候即使是柯洁也得进来了。他选择的是这个位置，掉了一个。这时候呢，看来这个大申呢，真是有点杀得兴起了。我觉得，实际上这个棋要是我这个棋风，我可能就尖一个了，也很满意，就稳一个了。就如果或者这个地方先搬了什么搬占掉，再尖住。对，如果觉得自己现在形势还可以的话，结果呢，这个申敏俊呢，他还是要不依不饶的要这个继续。他可能也有点声援自己这一块棋的意思，要继续攻击黑棋。对，那这样的话黑棋就要进来了，对，双方要在这里去决胜负了。对，那柯洁我觉得他多多少少应该也会有点感觉自己形势不利，不那么理想。对，所以需要就是这种比较强硬的下法，尤其是这种碰上来跟你进行一些肉搏，容易那个把这个局势逆转。对，找到头绪。对，看走这个，你看他这个都是一些非常规的下法。对，感觉上是，这个我感觉棋友们还是得谨慎模仿。对，就这种应该说柯洁艺高人胆大，但是我们进去可能一不小心就是被全吃了。这时候呢就要考验小申的这个攻击了。对，因为柯洁他自孤还是挺擅长的，他这个棋他好像一直都是这种比较喜欢实控，然后先去抢控，再来破你的风格。这手棋呢可能还是往下立一个可能好一点，因为我真子有力，真子有力嘛，你真不掉我你大概只能从外面打。我毕竟立在这，我这个木还是好一些自己的。就对自己的这种压力小。对，等于说我就算你万一回一小块，我其实大本营还在。对，但实战感觉也是下出气势了，从上面。那黑棋肯定要下去招眼。贴。白棋下得很对。下一手白棋很难忍受这地方被爬进去。对，白棋先搬一下，做一个准备工作。但这样被黑棋一搬。对，他能搬着这一下，这个让你猴的话，他总是。对。总是有头绪的。然后他还。而且我这个地方出来的话，你将来白棋这一块还不是说完全的安定。感觉一下子黑棋就有棋下了。对，这个下不是很简明。总的来说，我觉得在自己形势很好的情况下，这个白棋，对，而且是控一下子全没了，就属于压力比较大。然后接在这儿，他就是一边往外跑，一边还那个随时的盯着你这一块棋，白棋这一块，当初这个星尾被点三三的这一块。对。接下来白棋的选点也有一点意外，因为看上去这里有点半先手。对，然后这个时候往这儿下就感觉棋形并不是特别满意，但他还是想搜黑棋的根，但这样黑棋可以这几下很舒服啊。感觉这一带桎梏还是黑棋得分了。这个棋呢就是说白棋你如果被黑棋太轻松的活出来，就感觉上这个实地上有一点那个不足了，就是它会有危机感的这种棋。对，
其实回头看，现在到黑棋粘上嘛，就从黑棋第二跟黄老师尖住相比，至少这一块的空，白棋已经是没有了。对，然后这个时候你外面到底能不能吃住它，或者说是把它攻得特别惨，获得到多大的利益，就要看接下来的。这时候呢，可能就是说，我觉得申敏骏啊，他心态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其实正常的来说呢，他慢慢收一下空的这个棋，可能不需要下得这么着急。比如说跳一个，你往外走，我再拐一拐，慢慢下。这棋呢，应该还是我觉得白棋还是好一点。对，但可能没有之前好掌握，但还是留有一点点的余地。但他接下来的招法感觉是要就是有一点对，想直接把摁进去，一举击溃。对。但柯洁的棋很不好吃，他很擅长这种探对，你看先整个眼型，这个地方你就没办法了，因为你如果去虎搬这个的话呢，被我这一虎，你这就很难搬了。这要虎出来，这有个断点，你不管搬哪边，它都是一虎，你都很不好不好下。也就是说，白棋使不上劲儿，对，使不上劲，被这一碰的话，那就只能退缩，只能退这个了。他实在，但黑棋轻松的就一个眼就出来了，已经。这样感觉黑棋不太像死棋，对，死可能不会死了，就是说他可能不光是活棋的问题，黑棋他可能还要反攻倒算，是，对，我现在压也是先手，对吧？你这里断点很多，对，你不能顶，你这个顶将的这个断就真的不好，这个味道太坏了，就出，中间都不好定型了，是，所以呢，他还是强撑住，那柯洁就是真是找到机会了，给断上来了。这一下他活动开了，我觉得这个黑棋，所以你看回头看这一串白棋走到了什么呢？从黑棋掉开始，本身你如果围住这二十目，很明显黑棋是薄的，你是厚的。现在就是这二十目没了，他还把你断了，就感觉白棋自己现在还要看我局部怎么活。这就是我们说的，刚才说从这个进入这个比较关键的120手的这个。这个这是第120手，就是说这个之后的50手可能就是决定这盘棋的这个走势的最终的胜负。对，目前来看感觉这个趋势还不错，对，因为之前在整个右上角还是黑棋处理的，可能有点值得商榷。 对，形势本来一般，白棋其实就是当时别这么狠的分段了，就守住空的棋就是很不错，稳稳的幸福了，就是应该。对，所以接下来看一看从这个最重要的区间，这时候我感觉这个，而且这个可能我看一下开始用时啊，好像还是申敏骏频频常考啊，对，那这也是一个好消息，对，因为其实下到后面有时间非常重要。其实申真旭他有一点就是他时间上控制得很好，为什么他在后半盘胜率这么高呢？也是一个是他时间上压迫对手，他自己也碰到关键时刻他也有时间想，对。所以这盘棋我们来看，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候，柯洁能不能给我们带来点好消息。对，这时候等于黑棋得自己做活了。对，白棋先小尖，黑棋还可以打拔，然后这个很舒服，很清洗一下。对，白棋做活，黑棋由于因为白棋自己也要做眼，对，他先打掉了，打掉，等于我现在就是上面有眼，然后这边我可以通过挤你的时候，可以，但是他好像不是，对，他越战越勇，他都不，他不做活了，他不自己做活，他要来杀你了。哦，这个地方局部他是一个打劫活嘛，就是如果黑棋本来自己想做活，他可能是这样，对，就是你做眼，然后我再怎么，你就做眼嘛，然后他挤完，然后他再做活，对，但是他一看机会来了，他，对，我直接给你开劫，对，我要杀你了，对。那这下就一下子，这个劫就非常的关键了，关乎到两块，以及其实还会牵扯到脚上，就提劫。然后他这个地方，他局部有一个这个挤的劫。哦，本身劫虽然损，但现在顾不上这么多了。所以这个围棋的劫材还真的是挺重要的。提劫，白棋断。这个也是劫。因为他还有劫。对，硬硬。白棋提，黑棋这个本身劫还是挺舒服的，本身这一下也不亏，提过来，看看白棋还有劫吗？白棋打一个，白棋这也是，提，然后黑棋劫在哪呢？
是不是只能在这上面找剑？哇，黑棋这个劫找的，找到哪了？我看到这个、啊、断一个，哇，那也是很损、很损、很损的劫。这也是就是说破釜沉舟了啊，就是不惜这边损成什么样、嗯，我一定保证就这边安全的情况下把你打爆。嗯、对，他吃。对，那这样，白棋找一个劫，去哪了？啊，白棋本身劫，打吃、嗯。哇，这个打吃。哦，倒是还好，也有点有可能会损，但是考虑到收气还 好, 还 好, 还好、嗯。因为你毕竟这个断的损阶都找出来了嘛，那我是损一点，就是把黑气都逼成这样了、嗯。嗯，好，找我们看谁损的多。好，这个劫，看来黑气就是不可以这个地方死，他必须要把这儿撑住。嗯，那黑气接下来肯定得继续损了。嗯，找这个。嗯，提，嗯，然后还有劫吗？哦，白棋找这边，弯出来了，这个是不是劫？那他这个地方，显然你如果硬着的话，他也要杀你这块了，不然的话他这边没法弥补这边的损失了。对，因为黑棋显然也没法硬了，再硬的话你这个劫材肯定就不够了。对。那就是双方要在这里又换一个地方决战。哦，黑棋把这里吃掉了，但是现在白棋说，现在这个棋就变成白棋要必须杀这块黑棋了。哇、哦，这个很精彩啊，转到这边来了。所以当初这个地方，目前这个棋有可能将来是接不上了。嗯，白棋接就后手了，这个被黑棋提掉这个目差很多。嗯，好，但现在可能核心是中府。对，我们看这个中间怎么回事啊？这个冲。再冲，嗯，这肯定要唬住，嗯，往后打，这个是什么？现在团在这，对，这个上面我们看看这个眼位是什么情况。对，我们先看，比如说从黑棋的角度，就是他这个肯定是先手，就我走，你会顶在这儿。对，我这顶先手，顶完挖完吃完，黑棋是肯定是在团在这，肯定是有个先手眼的这边。所以白棋不能断的原因，应该是因为这边气有点紧，是吧？他如果断，这里面就先靠一个。哎，有先手眼吗？我这个团，对，我这个团是先手。对，我团万一接，我粘你得是补上面的。对对对。那这里的话，那这地方被靠可能是。啊，我这打吃先手。对对，那这个地方就被我回去了。对。啊，对，刚好。你走走走走完，我这一粘，你这边也断不了我。嗯，这样，其实我们就摆一下吧。如果这样，对，这样还是比较清楚的。直接就连回来了，我是看。对，对吧？就是完全很安全的。乖，这个计算应该难不了。我就急。对，全都先手。我最笨的。就粘上就行。我就打了几就连回来了、啊。都可以。对，就最笨的打了几都连回来了。嗯，就这样，一坐。所以这地方呢，白棋不能走在这。对，那所以白棋团在这儿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由于粘有先手。好，那团在这儿之后，看一下黑棋普通的连接，我就补在外面，所以肯定不行。那现在还是得想办法。但这种地方应该是柯洁比较擅长的，而且他现在可能时间也有利。对，试试硬手，因为如果你补在这儿，那我一粘这就有穿了。对。所以你得贴过来，再一靠，哇，这个想吃柯洁的棋还真的是很累啊。靠，首先你不能断，你断这个地方被我冲过来，你可能是，对，哦，这还有冲啊，对，问题比较多。那靠是绝先，那必须补，嗯，好，然后黑棋可以继续延气，冲这个，嗯，因为我们刚刚说粘先手，白棋不能团，嗯，只能走这个。但是呢、这个，现在的这个问题，这边好像也是，这边还是看不到什么出路啊。嗯，你如果接这个，这外面他就提了，所以他必须得在这边。感觉黑棋是先把这儿延延气，然后可能卷出来这样子。啊、哦，哇，很精彩，这个地方就是眼花缭乱的一个。哦，黑棋现在靠过来了。嗯，这个把白棋卷进去了，这样是。啊、哦，这个。尝一下，把自己的那个余位走干净，把自己走的厚一点。对，这个是绝先。嗯，
现在就是说，你如果断，他肯定是七杀不过的。这个地方我再打两下先手，长过来。嗯，因为我这里还可以打一下。那边气非常长，我们看黑棋。很有生命力的。所以白棋呢，必须在这边先长一些气，以后再想办法断开。嗯。我们看看啊。好，白棋首先并一下没有问题。嗯。然后白棋如果走外面的话是、嗯、好像如果长这个的话，嗯，可能黑棋还有点危险。难办是吧？对。长黑棋肯定在这边走棋，他再就把你断开再杀棋。嗯，对。实战。实战是搬。搬了一个。嗯。搬。五。嗯。长。长。嗯。然后连回来。对，柯洁看在这边下子被断开，可能气不够了。对。现在呢，他这个地方有一个打了断，瞄着这个打了断，嗯、所以呢，白棋也没办法，他要补这个断点，嗯，虎一个，对，然后黑棋继续往外拱，嗯，101，哇，这个棋就非常的刺激了，是，所以等于白棋有可能就这个形状，它反而不一定有就是淡退，然后，嗯，如果你补，我再补一手，形状好。对啊，是这个意思，就我淡退，如果你走这种，我就把你断了。那就把你断了。然后如果你连，那我可能我这个地方怎么尖？对，或者是飞可能被你冲断了，我再尖过来，或者是再搬这个，我觉得可能。嗯、对，可能这里反而白棋觉得搬一个应该有问题。这个地方是一个胜负处。是的。可能我估计这时候就是读秒的问题。嗯、对 对。如果说一方是还剩，比如说好几十分钟，嗯、一方要在40秒之内做出决定，对、嗯，那这么复杂的对杀很容易失误。嗯，所以这应该也是柯洁前面时间用的少的一个好处。嗯，那我们来看接下来在这个读秒当中，嗯，黑棋接连对。现在我觉得这个棋白棋肯定得无条件的把它封住，不然杀气的话，我感觉上黑棋这块气太长了。嗯，是的，但感觉现在确实有点、这个、这里也有断，他得补这个，然后黑棋给他牵过来。作为黑棋来说呢，就要把这个白棋这两块棋分断。嗯，然后白棋尖，黑棋冲，啊，感觉成功的是要形成对杀了。去打。对，这是先手。然后断开。长了一下吗？啊、长。哎，没有长。在那走了一个。去交换了一个。看一下，团打一下啊，这是他的权力、嗯、然后长哇，感觉我觉得好像黑棋看清了的样子，对，变化越来越少的感觉、嗯、这一段断完关键是哎，好像这块棋倒是问题不大是吧、嗯、我应该还是跟那边，对，主要还是跟这边杀、嗯、这块棋呢白棋一手棋做不活，你苦的话被打，那实际上就这两块棋杀气了，这个棋面，对，但黑棋怎么感觉七拱八拱，其实气特别长现在。嗯，他现在看这边。嗯、对。哇，吃吧。吃。嗯。接住。连接。堵住。还打。嗯。没办法接。然后他把这个也灭了。这个局部呢、啊、是个打劫火。啊，有一个这个。对。黑棋要靠倒虎。嗯。嗯，哇，但这个劫白棋非常重哎。嗯。我觉得这种劫想吃别人是很难的。对。因为。关键他这边是不是有劫财呀、啊？黑棋我不知道。嗯，主要这种劫、嗯、黑棋一提带响，哇，这很痛苦，而且这个打还是先手。哦，这样等于黑棋也比较无忧，嗯、就是即使你削到这儿，我其实下面还是有眼位，嗯、这样黑棋可能就可以找上面的劫财。嗯，我感觉好像一下子对就翻过来了，这个翻转了、这个对。对，本来之前一直觉得黑棋还是稍苦，危险危险。还不错，看来这个时间就是金钱、嗯、而且我们的柯洁在后面的计算上还是很值得信赖的。嗯，而且像这种靠啊什么的，嗯，就是说他能找到一些非常手段的来这个进行逆转，就是、嗯、这也是他的强项，对棋形的敏锐。嗯，好，那全都做完准备工作了、嗯、就铺劫、哦、我们来看看他的找劫财啊，他先粘，哇，这个劫也很舒服。 嗯好像很难了。嗯，白棋的劫财呢？白棋的劫财，看一下，哦，铺这个，对，这是劫，对，
这也是关系到好几块。嗯，好，提过来。黑棋打吃肯定没问题，那黑棋劫应该很多。嗯，然后提回来。嗯，看起来这白棋是困难。嗯，黑棋去，好，白棋还找了一枚劫，我看看白棋的劫材。白棋哪还有劫？我看一下。白棋这个地方团打的啊，这个我之前没多摆了一下。啊，他现在是团打的。啊、这个嗯哦，哎，没有。这是以前的啊，这以前的。我看一下白棋的上一步。啊，扑扑这个，这里还有一枚棋。嗯，扑一个。啊，本身接，应该说应该还有一枚。嗯，对。但是当黑棋去找这个劫的时候，应该是有点硬不动了。嗯，如果你还跟着硬，我局部断啊拉呀，啊，全是劫。对，你如果打，显然。你关键你是你这靠这个劫，你对只剩这一枚了，嗯，因为你找别的劫，这里还会多劫，所以也没有别的劫。对，你再提的话呢，嗯，他这个你可能这地方是不是有一枚？但是他这边他真的就，嗯，太多了，对，嗯，全是劫，所以这样的话，在挖这个劫的时候，白棋觉得不能硬了，白棋消劫。嗯，但只要不对黑棋有死活的影响，嗯，这块棋应该没问题。我这个打先手，白棋这下一手棋应该杀不掉的，应该是活棋。嗯，那黑棋其实自己，啊，哇，这个是大获成功的，嗯，活在了里面。那黑棋这个空全破了，关键是。对，因为白棋为了吃黑棋的过程中，嗯，这些都是无奈之举。嗯，那感觉只要黑棋活了，嗯，全部安全，形势肯定是好的。嗯，我们再看看。这样，这活是肯定活了，嗯，就是做这个眼都活了，对，来再贴一下，嗯，贴白棋必须要硬，嗯，这时候我估计这个大神也知道自己这个，嗯，黑棋大势已去了，打吃，啊，这里打了一下，嗯，吃一个这个，吃一个他提在这活，嗯。将来可能还得，他还想这个段如果是先手，可能这边还有棋。哦，嗯，所以白棋可以白棋要打，这个，打掉，嗯，黑棋补一个，这样是终于活了，嗯，哇，可以说杀了满盘啊！嗯，今天这盘棋杀的特别精彩，嗯。嗯，但是呢，白棋从这边杀这块棋以后呢，嗯，结果呢这边死了自己先，然后这块又活了，白棋没有唯一的疏忽就这个角把黑棋破了。但是你这边损失太惨重了，这个棋可能跟目数关系不是太大。对，但白棋还是继续顽强，再收一收，对，先把这个刚刚说的粘给它粘上，嗯。但现在这里的话，因为对黑棋只是一个官子啊，嗯，没有死活的安危，嗯，黑棋就把这个给补了。嗯嗯，对，基本上这样是不太需要数目的。因为黑棋这个特别大，对，白棋好像兜兜转转，最后就剩这一点了，什么都没走到。嗯，所以可能虽然还在下啊，但白棋应该也知道自己这盘棋很难了。嗯，哇，关键这个还是粘还是先手，这你还得做活，有点残酷。哇，他还是做，嗯，拼搏一下先，下一手要点了爬过来。对，但黑棋很清楚，牢牢的做活是。这样的话，白棋现在正常来讲是还需要再补一手，嗯，因为这里局部不活，嗯，但我们刚刚也说了，其实回头看，嗯，等于黑棋基本白吃了这一块，对，就是白棋的收获远不能和黑棋破掉的形成正比，嗯，那所以在黑棋坐眼的这一瞬间，嗯，然后申敏俊就选择了认输，嗯，嗯，这样呢，柯协那就是杀入了八强，嗯，对。这盘棋也是，虽然前面我们有点替他担心啊，但是后面还是下得比较好的。嗯嗯 嗯, 嗯。我们现在再给大家报一下，我们看一下丁浩这盘棋到底是现在形势怎么样了。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中国是已经进了三个。对，现在就看丁浩这一盘，好像还没有下完啊，哦。我们看一下。啊，那也是已经基本上99.多%的白棋，对，也是比较安心的一个状态啊。虽然还没有结束，嗯，但是如果说我们今天能有四位选手进入到我们最终的八强，
对于我们中国来说还是非常满意的，因为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对，然后再看一下我们另外一盘内战，对，赵晨宇跟是我之前看应该是米玉婷形势还不错，我们到找一找给大家汇报一下。米玉婷啊，米玉婷获胜。对，那如果说不出意外的话，我们的八强将会有杨鼎新、米玉婷、柯洁以及丁浩。哇，听起来也是让大家很放心的阵容。本积分比较靠前的啊。是，所以我们也特别期待之后他们在八强中的一个比赛的状况。那我们也专门采访到了杨鼎新和柯洁，所以现在我们一起看一看他们对于未来的展望。这盘棋是确实，前半盘非常非常不理想，我走到中途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点放弃了。然后后半盘他在那个关键的时候，他几乎赢进的时候出现了一系列失误吧，然后后面抓住机会，然后走出了一个打劫杀，他就不行了。所以说整盘棋是一盘非常幸运的一盘棋，然后确实前半盘发挥得很不理想，然后也一度也以为这棋肯定不行了。这几天这段时间的局性也找回了一些棋感，但是我感觉自己棋力并没有多少提升，是真的。然后希望自己以后可以说在一些细节的方面的话更多打磨自己吧。就是感觉我前面前半盘感觉不太好，但是就是感觉对手下的挺好的，然后时间跟棋一直都咬得很紧，就是但是就中盘的时候感觉对手突然调子有点就是问题，就是他可能对右下那个劫可能有点困惑，然后所以说他就走得有些过分吧，就是右上角死了以后感觉就后来他感觉在乱下了，就是本来我其实没觉得我形势好，但可能就是右上他死了，他损了一些，然后那个劫他不知道怎么处理，后来他就下崩了。但是感觉就是比赛的话，跟训练的时候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是我感觉我下这种三个小时慢棋还是能调整好自己，就是感觉今天发挥还可以吧。然后我确实觉得现在韩国棋手前半盘都很强，就是可能自己后面再继续加油吧。好，那我们看到其实感觉柯洁应该还是挺开心的，就像我们说 的虽然可能这盘棋并不是说完全的压制对方，但是从他之前好几个比赛已经一轮游的话来讲，能够战胜一个强敌闯进八强，以他的实力肯定未来还会有很多的期许。然后在杨鼎新的采访当中呢，他也提到感觉今天的比赛对方好像一个地方没有处理好之后也是比较的顺利，然后也分享到了他下三个小时的棋感觉对他个人来说更擅长一些。是，那我想可能很多高手也一样吧，就是时间越长，对，肯定有些赛制不一样，可能他的那个竞技水平也会有一点微小的差别。对，我觉得整体来讲肯定是时间越久棋的质量越高，然后我相信可能我们的高手们在继续的去强化40秒的练习的话，也可以对我们未来的八强战有更多的期待。好，那今天的解说呢还是非常开心 看到我们中国棋手有很好的成绩，然后也很感谢棋友们的陪伴，那我也希望接下来继续关注。是，应该说是八强现在就告一段落了，这个对，还有几杯，还有三盘，就是对中国棋手已经对，就我们可能明天可以抱着，明天还有三盘棋，对，抱着一个欣赏的角度，对，大家可以继续来在天威棋频道来欣赏明天的这个比赛三盘，对，但我们可能就不会像今天一样这么的就是有立场，因为我们会为中国棋手加油，所以好的，那明天希望棋友们继续关注我们的比赛，也更希望棋友关注我们后续中国棋手的发挥。好，那今天的解说就为您讲解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下次再见。好，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